要准备进入子洞。邓哥说子洞比母洞还漂亮，比刚刚的洞还漂亮。来爬山就是要脏，爬山就是要来，都已经来秘境了，不进去你会后悔，赶快进去会更后悔。你想太多，像你刚刚看到你那个是不是觉得很漂亮？后你个屁股啊，没人带你会进去哦？就是有人带我也不见得会进去啊。你欠揍，爬不动了。我们会不会卡住啊？我怕我们太胖了会卡住。哎、欸，那我不要进去好了。你啰嗦。是啊。嗯，这个洞真的好小啊。哪有？我们会不会卡住啊，邓哥？弟弟，你觉得我们会不会被卡住？你这边很滑哦。我不怕会脏，我怕我会被卡住。哎，卡关就惨了，这下就糗了。我们太胖了。滑下去的，好，赶快滑！我会不会被卡住啊？不会啦，我不会被卡住哈。你卡住，你卡住。你确定？那我要开始滑了呢。你要不要帮我接着我的手机啊？我接不到。我要是这样子，我才会被卡住我手机啊！我先关了。真的是一路滑哎、欸，真的是溜滑梯。哎咻，哎咻，啊，哇，这是子洞。哎，旁边点啊，旁边点就好下去啊。你看后面，后面很漂亮哈、哦。哇，一排一排的。啊、哦、啊！刚才有人说这个像蝴蝶。啊、哦，我中间灯光照的地方有凸出来的。啊、哦，有，很漂亮。你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好强。哎，奇怪，这些人怎么知道会进来的？啊，他们就会找啊，钻山洞，他们每次只要有空的地方，他们都会找。好强哦！你看每个地方都好漂亮，这个子洞哦，子洞要进来真的是。王姐，看。对啊，因为这边都潮湿啊，像泥土。好，露营，你接手，我来爬。你接手，我来爬。这很壮观了哈。啊啊！我的屁股。好，你坐着，你这样爬，拍。好，我来爬。哎咻。给我，你坐这边。你确定你不怕 ？OK 啊，我。你不怕？你确定？好。好，你就不要动哦。那、啊、你要出声音让我知道哦。罗姐，讲话给我听。啊？好，你就一直唱歌。唱歌啊。随便。
看完了就沿着回去了哈。啊。啊，这个石头，你看，这么很奇怪。哎，啊，用你等一点看，我注意，你用看不出来，盖起啊，你也等一点看，真的很漂亮，哦，很奇怪哈。我昨天看下去好多小星星哦。这个石头哈。用咱大家看看咧，我看到一个石头的水，哎，从咱对另外一边。呵呵呵，真跨过去了。刘老板，大哥刘老板，刘老板，刘老板，哎，就原路回来哈。你要走好。小心走，小心哦。姐姐，手机给我，我上，我下去拍一下。快好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我在录影。快给我，我先。